没吃过，哥姐蔬菜吗？吃饭了吗？我吃过。有没有知道小雪这是在干嘛的？哥姐蔬菜吗？有没有知道小雪是在干嘛的？小雪她在干嘛？你们知道吗？你们知道吗？她在干嘛？知道打个知道，不知道打个不知道。我告诉你们好不好？好不好？哥姐蔬菜们，来一起点点赞嘛，一起点点赞嘛。没有人干过这个活呀。他，你们有没有干过啊？有没有做过这个事情啊？这个活有没有人做过？肯定没有做过。啊，哥姐蔬菜们，来做过的给我这样子，哥红薯藤啊，对的，来随意点个关注嘛。干做过的打个一，没做过的打个二。做过的打个一，没做过的打个二，我看一下哥姐叔叔们有没有做过这个活。做过的打个一，没做过的打个二，我看一下哥姐叔叔们。哥姐叔叔们，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做过啊？做过的打个一，没做过的打个二，都没做过吗？都没有做过吗？哥姐叔叔们？他们，你们知道这个是拿来干嘛的吗？很多人都肯定连这个都不知道。肯定知道呀。知道什么？他们应该都知道吧？这个。欢迎所有新进直播间哥姐叔叔们，欢迎你们，欢迎你们来到直播间。今天有点热哈，非常的热，今天。现在好了。非常的热。小雪。谁呀？你干嘛呀？你趴在这里干嘛？怎么这个人，这个来了，他弟妹来了。这个人来了怎么了嘛？你怎么又悄悄的跑到这里来了？这瘟神来了哈。你的东西来啊，东西啊，浩哥送你的东西来，我送他的东西关你什么事呀？不要说话，我不能说话了是不是？我找遍了整个家里面都没看见，那东西在哪里去了？你现在小雪出来干活了，你把整个家里面都找完了是吧？我问你什么东西啊？昨天他送的你的那个东西来。他昨天送我什么了呀？就是送给你的那个礼物项链啊！我操你了！哥姐们，叔叔阿姨们，你还去点点赞吧，好不好？也点点赞。点点赞。你要干嘛呀？人家在干活了。戴两天嘛，借我。你不是有吗？你脖子上。哥姐、叔叔阿姨们，一人帮我点点赞嘛，把赞点到1000，好不好？一人帮我点几个赞。到哪里去了？哦，你倒是好，你悄悄的就来山上了，就来。我在这么热的天，你出来干嘛嘛你？我来找东西啊。你在这里，你找什么东西啊？脖子上的东西啊！啊，你要我送他的项链是吧？他借我戴两天，我就戴两天。借不了那个项链，跟你说过了。借给我戴两天嘛。你不要，你不是在家里找吗？你去家里面找嘛。你借我戴两天嘛，你家里面我都翻遍了，我都没翻到。没翻到就算了嘛，对不对嘛？你借我戴两天嘛，你干嘛？我不是为了找那个项链，我才不来呢。你回去吧，在家里面，你回去找吧。借我戴两天嘛。那个项链在家里面，你回去找嘛。没有在家里面，我找遍了，他睡的那一间，我找遍了都没。哦，没找到是吧？没有翻到。哦，没有找到就算了嘛。盒子嘛，你送他有没有盒子？肯定有盒子呀。那一个空盒子在哪里？在那里。哥姐、叔叔们，来一起点点赞好不好？帮阿浩点点赞，没点关注点点关注。给我戴两天。点点赞，每人帮我点10个赞。哥姐、叔叔们，我所有正能量的哥姐、叔叔们，一人帮我点10个赞。给我戴两天。你走开点嘛，他在干活。那我不让你干，等一下摔倒了你。那我不让你干，你给我戴两天嘛。给你戴你不是有吗？你借我戴两天嘛，你怎么凶什么凶啊你？怎么那么……人家都没说话，人家凶凶什么了嘛，对不对？我叫他借我戴两天，怎么了嘛？人家不愿意借给你啊，主要是。你给他说一下嘛。我跟他说什么？哥姐叔叔阿姨们没点关注，点点关注哈，好不好？喜欢农村生活的哥姐叔叔阿姨们，没有点关注，点点关注，好不好？一人帮我点10个赞嘛，哥姐叔叔阿姨们，你们说要不要借给弟妹啊？哥姐叔叔们，要的打个要，不要打个不要。他脖子上有，干嘛要借给他？这个肯定是不能借的，这个是我送给小雪的东西。你自己他不要借啊。裤子上，你自己看。你裤子怎么了？裤子上脏的。我叫你过来的。你谁让你来的嘛？又没人让你来。待着那么舒服，你不待，借我待两天嘛。让哥姐们要不要借给他弟妹啊？不要借嘛，要的打个要，不要打个不要。谁凶了嘛？那我就不给你当。你别这样子嘛，人家干活啊，等下你等下家里面的猪吃什么呀？等下家里面的猪吃什么呀？吃什么关我什么事啊？那是猪，又不是人，又不是。那你要不然吃了？天了！你这里回去呀！你不要来呀！你先给我项链，给我，我就回去。项链我拉人。项链，等跟你说了，我给他了，你，我为什么要借给你啊？你会怎么样嘛？我又不是不还给他。你不是有吗？你脖子上。哎，你这个人，我说实话，你刚刚起床你就出来要这个要那个的，给我嘛。你吃饭了没有啊？没有。没有就没有嘛，你这么大声干嘛嘛？对不对，哥姐叔叔们？
来，一人八号，点十个赞，好不好？哥姐叔叔们，把号把这个赞点到5000万，好不好？哥姐叔叔们，给我嘛，好不好？都不要给他是吧？都说不要借给你。为什么不要借给我呀？这个东西他是不能借的，你知不知道？那借了戴两天又不会损失什么，又不会，又不会给你搞坏掉。第一，首先借给你，你肯定不会还；第二，借给你的话，它意义就不一样了，知不知道？对不对，哥姐叔叔们？影响我做事情，你借我戴两天嘛，好不好？因为我哥姐叔叔们，然后我送了小雪一根项链哈。收他的东西。他弟妹非要拿去戴两天，让给他，让给他戴两天。我收他东西跟你有什么关系？不要借是吧，哥姐叔叔们？要了打个要，不要打个不要，哥姐叔叔们，好不好？你起来说一下，你为什么收他的东西？人家收我东西关跟你有关系吗？他一个陌生人，你收他的东西。什么叫陌生人？那我给你，我就不是陌生人了，对不对嘛？对呀、啊，那你给我一个嘛，你要公平一点嘛，你给他都可以，为什么不可以给我呢？这个东西是不能乱给的，你知不知道？你让你不能乱给，你给他干嘛呢？你让你老公给你嘛。我老公给我，我都不要。对呀、啊，你让你老公给你啊。那你给我一个嘛。我不给啊，我项链送你项链，哥姐们要不要送他弟妹一条嘛？哥姐叔叔们，我听你们的，你们说要不要送他弟妹？要送的打个送，不送打个不送。我把他弄回去，我怎么弄得回去嘛？我弄不回去啊。给我嘛，给我。来直播间700位哥姐们一起点点赞好不好？帮阿浩把赞点到5000好不好？没有点关注的哥姐叔叔们，帮阿浩点个关注好不好？帮阿浩点个关注，一起点点赞好不好？不要给他是吧？好的。你不要弄他头发嘛。关你什么事？不要弄头发，好不好？你把不要弄头发，我买不了，不要弄头发，不要弄头发。他追了，他看着小雪，然后出来干活了。他在家里面一直找那个项链，翻小雪的房间，一直翻小雪的房间，然后找那个项链，没翻到，又跑到这里来了。2元店给他买一条。对，一人给他给我买一条，要么就是。他们说给你买一条。给我买一条嘛。你想不想要嘛？想你想要你把这些装起来吗？先装到被子里面，你把这些红薯先装了嘛，对不对，哥姐们？给他买一条，让他先装，好好的装嘛，你好好的装起来行不行？好好的装吗？你好好的装起来，把它装好。你要给我买啊？我给你买，你装，你看嘛，你看嘛，你成真的是你干啥也不行。不要给我到处弄啊！不要让他弄，你把它弄给我下午。我让他装起来，我给他买一条。你好好的装行不行嘛？人家不给你买哦。好好，你捡起来。好，我捡起来。你捡起来。我给他买，哥姐叔叔们，我给他买一条。确定。我确定你把它装好，你先把它。哦，太热了。好不好，哥姐叔叔们，给他买一条，好不好，哥姐们？太热了。好的，打一个好，不好打不好。来，哥姐叔叔们，来1000位哥姐叔叔们，来一起点点赞，好不好？一起点点赞。我们都点点赞，好不好？你装好，把它装好嘛。一人帮我点10个赞，好不好？支持阿浩的哥姐叔叔们，一人8号点10个赞。没点关注，点关注哥姐叔叔们。喜欢这种大山里的生活，农村里的生活，哥姐叔叔们。你装呀，你快点装呀！你快装，我给你买一条。来，1300位哥姐们一起点赞，好不好？要不要给弟妹买一条？哥姐叔叔们，我帮弟妹买一条，好不好？好的，打个好；不好，打个不好。你刚刚叫我装的，你先说给我买的。我说了，我给你买，你装嘛，你快点装嘛，装好吧。那你为什么又问你直播间的人呢？我给你买，我说了。他们打了好了是吧？我说了，对他们打了好。他们打了好了吗？对。你骗我没有？没有，你快点装嘛，你先装好。我都知道了，他们打了好了是吧？好吗？哥姐叔叔们，来1400位哥姐叔叔们，你快点装，你快点装。我跟他们说一下，你装嘛，你装嘛，哥姐叔叔们。你放心哈，我到时候我跟他说买一条2块钱的，好不好？买一条2块钱的，哥姐叔叔们，好的打一个好字。我说给他买一条2块钱的，好的打一个好字。你快点干嘛？快点嘛！快点嘛！哥姐叔叔们，把赞帮我点一下嘛，点到10000嘛，1300位哥，有你这样装的吗？我没力气啊。你装红薯藤，你这样子踩了干嘛？你都踩坏了都。你走开一点，人家浩哥叫我弄的，让他装嘛，让他干嘛，让他干点活嘛。看他全部给我搞得乱七八糟，对不对？来，哥姐叔叔们点点赞嘛，帮阿浩点到10000嘛，装好了是吗？来，让你姐来装。装好了。踩烂罚款啊！他们说踩烂了要罚款。哦，这个板真的要
阻止的嘛。不行，必须罚款。罚什么？罚100块钱，你要不要项链嘛？你要项链，那你就给100块钱，罚100块钱嘛。啊，你顺吧，我先说。哥姐，说是不是踩坏了罚100块钱？没有踩。对不对？踩坏来1500位哥姐是踩门，你们说是不是要罚？要罚款啊？你们觉得要罚款的打一个要字来，哥姐是谁们？我正能量的哥姐书生们，你们说要不要罚款？1500位哥姐书生们，要的打一个要字，罚100块钱，罚了，好不好？一人帮我点赞，点到10000，没点关注点关注，哥姐书生们。如果说你们喜欢农村生活的哥姐书生们，一定要帮我点个关注，好不好？喜欢大山里面生活的，罚100，罚款100块钱，他们说了。他们说了，哪个说的？我直播间哥哥姐说他们说的。为什么要罚？你把猪吃的这个猪草给踩坏了，你。那猪吃的又不是人吃的，又不是他吃的。你也要罚款啊！你弄坏了。你想不想要项链吗？你想呀。你想要你就罚款呀，你就要。那你就买一条少100块钱的嘛。不行，我必须买这么好的，我都喜欢买好的了。嗯，你喜欢买好的，那你买来再说。对啊。你先罚款，你先把款罚了，行不行嘛？怎么罚嘛？你那个转给我就可以了。怎么转？来，我这个来，妈。你诚心要我钱的，你以为我不知道？你以为？反正你不给我项链，反正那就不买了。你买来我就给你。你不罚就不买了。你买来我。哥姐们行不行？不，他。哥姐苏三吗？那如果你不买的话，我又。他如果说不罚款的话，我就不买了。两块钱的我都不给他买了，2块钱的我都不给他买了。我就看一下他有没有钱。我问你买不买？你先把款罚了，我给你买啊。我再给你问三遍，买不买？买啊。如果你不买，我装的，我又把它弄出来。哥姐叔叔们，来一起点赞好不好？点赞行不行？哥姐叔叔们。大哥，你把它弄回去吧。我无理取闹吗？你们不了解这个人，我给你隆重介绍，有多少不认识这个人、不了解这个人的？来，不认识、不了解，打个一，我看一下。我很多人说我是无理取闹，是你不了解这个人。我跟你们说一下这个人，好不好？不认识、不了解这个人的，来，你给我打个一，我看一下多少哥姐叔叔们不认识他的、不了解他的。叔叔们有多少打一的？我看一下有没有20个人打一的，有没有20个人打一的？我把手机壳取一下，哥姐叔叔们，稍等一下。这么多人，这么多人打一吗？这么多人不知道吗？这么多人不知道这个人吗？啊，对，有点热啊，有点烫。然后这个人是他的弟妹，是小雪的弟妹哈。我跟你说啊，整天游手好闲，无所事事，好吃懒做，每天睡到下午，什么地里的活啊，家里面的活什么都不会干，每天睡到下午起床就让他姐给他做饭吃，他饭不会做，衣服不会洗啊，地不会扫啊，衣服然后鞋子这些都不会洗，就他。所以说你们不要去可怜这个人，好不好？哥姐叔叔们行不行？为什么要干活呀？你为什么要干活？你为什么不干活？你姐她不是一直在干活吗？养了十几头猪。她谁叫她养的？我又不是我叫她买的十几头猪。十几头猪不是养了，不是在这个家里面好吗？对不对？谁叫她自己养的？来，弟妹，我可以不罚款，你答应我一个要求行不行吗？要求你说。你把这个背回去嘛。我背不起，天哪！让她背回去行不行？你好不好？哥姐叔叔们让她背回去。你不给我就抢他的那一条。他们说应该把你发放到那个国外去，然后我还想去嘞，我还想去国外，用那个炮弹把你炸掉。来，1500哥姐们，没点关注点关注好吧，一起点赞。对，就是他只知道化妆，只知道什么买东西，然后讨厌的很，然后买那些首饰啊，这些都是10000多，在农村里面好吃懒做，什么都不干。是。他说有这不，我说让他去上班，他要花钱，他上班。弟妹，你怎么不去上班呀？上班那么累，我为什么要去上班呀？不应该的，打个不字。来，满屏的公屏给我打一个不字，来，哥姐叔叔们好不好？打一个试试看。满公屏给我打一个不字，好不好？哥姐叔叔们。但是我需要你可怜吗？我有的是钱花。满公屏给我打一个不字，哥姐叔叔们好不好？不敢打不字，我把他踢飞下去。他说你们打不字，他要把你踢飞下去。一个试试看。现在我跟你说，2000个人打那个把你打那个布置，不可怜你。那我就去收拾他。你收拾他呀。他是你姐姐啊。你这个人，你真的是有什么事你都不帮他。不要弄啊。你看嘛，就是这样子。他不帮忙，他还帮大忙，这个人。你还把他当。感谢所有打了布置支持阿浩的哥姐叔叔们，非常的感谢你们。我阿浩何德何能？
三只有幸能够遇到这么多正能量的哥杰叔叔们，真的非常的感谢你。来，这样子，哥杰叔叔们，如果说你喜欢农村生活的，喜欢大山里的生活，哥杰叔叔们，没点关注来点个关，点个关注好不好？没点关注，报号点个关注，一起点点赞吧，把赞点了一万，还差最后三千，每人点十个赞好不好？对，你们支持小雪这种农村勤快的女孩的来打两个支持，这种农村什么事都会，什么活都会干，然后特别勤快，然后吃苦耐劳的。吃苦耐劳的，来哥姐叔叔们，给我打两个支持好不好？哥姐叔叔们，他哪里勤快了？他哪里？他什么？像他这样随便搞两下就有人支持了，就那我也会搞呀。人家养了十几头猪，那我也会养啊。那你养吗？我哥，那你哥吗？小雪，我跟你说，哥姐叔叔们养了十几头猪，养了鸡啊、鸭、鹅啊这些。我也会干事情的，我也会。你看嘛，来直播间两千个人，现在直播间两千个人看着你干，来你干吧。你看哥姐叔叔们，你看这就是会干活了，给你们看一下，这叫会干活的吗？这不是会干，这哥来你哥嘛，你哥嘛，哥姐们，你叔叔们来，哎呀，还要摔倒呀，来哥，割红薯藤是这样子割的吗？不是这样割的吗？只要割下来就行了呀。你看嘛，不会干活的人就这样子，还想你们支持他，他还想，还想你们支持他这种人，走吧，背回去了吧。走吧，回去吧，小雪，你弄好，我来背，好不好？我背。来，哥哥姐们来打两只哈哈，好不好？打两只哈哈，嘲笑一下他，嘲笑一下他。来，哥姐打两哈哈。我会做，你们也要嘲笑我；我不会做，你们也要嘲笑我。来，打两个字，公屏上两个字，哈哈，给我飘起来，哥姐出来吗？你们这样对我吗？你们太不公平了，真的是。不公平吗？我做也不行，我不做也不行。没有说你不行啊，小雪够了，等一下给我背吧，这里装不了了。然后这个叫小雪哈，哥姐叔叔们，小雪是一个农村女孩的话，她什么都会干，然后家里面养了十几头猪，也特别勤快。平时她弟妹吃饭啊，弟妹吃饭也要她姐姐就小雪帮她做，衣服也要她姐姐帮她洗，鞋子也要她弟妹她姐姐帮她洗，饭也不会做，衣服也不会洗，裤子也不会洗，什么不会洗。但是她答应我婆婆要再照顾好这个家的，她为什么？来直播间2200位哥姐叔叔们。欢迎所有新进直播间哥姐姐叔叔们，如果说你喜欢大山里的生活，哥姐叔叔们，没点关注点关注好不好？一起点赞分享直播间，点赞分享直播间，没点关注点关注。你被他搞得乱七八糟，这里我搞得乱七八糟的，你真的是会不会说话呀？什么叫会不会说话呀？两个约起来，哥姐们一起点赞。什么叫约起来？你看你割的嘛，你割的是什么东西嘛？那我割下来就行了嘛。什么叫割下？你要割好嘛，对不对？割好吗？小雪不要割了，小雪，差不多了，等下背不起了。背不起了，哥姐。他力气大的跟牛似的，为什么背不起啊？那你背嘛，等一下。我从来没背过，我不背。就是嘛，你看嘛，让你上班嘛，你要说你上班那么累，谁愿意上班？让你干活嘛，你又说你不会干，你什么都不会干。为什么要上班嘛？我为什么？那你花什么用什么吃什么嘛？上班除非让我当老板娘。当老板娘，你觉得有那个命吗？我有那个命啊。真的是。我就把那个老板娘。不要割了，小雪，差不多了，背不起了。好了。哦。哥姐，叔叔们，对不对？好不好？来，哥姐叔叔们来支持小雪这种农村女孩的哥姐叔叔们打两个支持好不好？走啊！打两个支持，对，做完不上班。支持我的呢？没人支持你。支持我的打一。支持他的打一，支持小雪的打个支持来。你看一下有人打一吗？两把钱过来，对不对？把那两把装过去嘛。我装过来，他们就只喜欢我，好不好？你装过来，他们就喜欢你了。好，说话算话哦。对。他可以帮我拿装起来。他说他装起来，你们就要喜欢了。来，直播间2600位哥姐叔叔们。他装出来，你们会不会喜欢他呀？要喜欢我，快点！要喜欢你，要喜欢你，要喜欢你。来，你背嘛，背回去。我背不起这个。来，你把那两个给他拿嘛。那么脏。什么脏嘛？你这个。白色裤子弄脏了怎么办嘛？洗不掉的。你老是嫌这个脏那个脏的，那你怎么办嘛？你这个你。白色的怎么洗嘛？你生在农村里面。白色的洗不干净嘛？对不对嘛？哥姐叔叔，他说他嫌这种脏。小雪来，我来背吧。我背，你。啊，我让我背啊。让我背，好不好？不用，我给你。哥姐们，你背。我让我背。弟妹，你背嘛，弟妹。背不起，你帮我拿。你背，我给你买项链。真的吗？啊，对。他背不动。他背不动吗？他背不动。那你别背了，等一下把你摔倒了，真的是。来直播间，马上3000位哥姐叔叔们了，一起点赞好不好？点赞分享直播间，把赞点到10000嘛，哥姐叔叔们，把赞点到10000行不行？哥姐叔叔们。你要给我买帮我点赞嘛，好不好？你要给我买项链啊！来直播间3000了，已经3000位哥姐叔叔，我真的哇，第一次我直播间这么多人，我觉得好。小雪直播间3000多人了，我觉得对啊。他们都是喜欢我的。
哥姐受伤了，你们喜欢他弟妹吗？那三千个人肯定是喜欢我。你们喜欢弟妹还是喜欢小雪啊？肯定是喜欢弟妹啊。来，这样子，我问一下，喜欢小雪的打一，喜欢弟妹的打二。你们喜欢勤快的人打一，喜欢好吃懒做的人打二。好，喜欢我要喜欢我，哥哥姐姐们求你们。喜欢好吃懒做的打二，喜欢这种勤快的打一。来来，我帮你扶吧。不要帮他。你抬一下嘛，帮他。不抬。你帮他抬一下嘛，帮你姐姐。你帮我拿刀。好好好，可以。走不稳，我还帮他抬。走走吧，走吧。你们看吧，这就是区别。哥姐叔叔们，同样是农村人哈，然后他弟妹穿白色的裤子，一白色的鞋子。你看他姐姐，哥姐叔叔们，这就是农村人哈，好不好？对，你看全是打一的，全是打一的。感谢我所有正能量的哥姐叔叔们。哇，3500人了，3600人了，哥姐叔叔们。你们快走吧，我跑过去那里有点卡。3700人了，哥姐们，没点点赞分享直播间好不好？哥姐叔叔们点点赞分享直播间，没点关注的哥姐们喜欢农村生活的，来点点关注好不好？没点关注点点关注好不好？我跑过去啊，那里有点卡，哥姐叔叔们，我让他们先走，这里有点卡哈。哥姐，来4000多人了，哥姐叔叔们4000多人了，我跑过去那里有点卡的话，你们就不要离开直播间好不好？你们就在我直播间等着，这里有点卡，他网不好，有点卡他网不好，哥姐们你先不要离开哈。不要离开！你干嘛？你知道我直播间多少人了吗？你给我走开！小雪，小雪，你知道直播间多少人了吗？多少人看我吗？对，你现在知道多少人看你吗？你不要让他们对着我嘛！你知道有多少人看着你吗？你走开呀！他要走啊！你别喜欢我，喜欢你都没一个人打二了，都全打一的。直播间4500多个人了，这么多吗？对，他都是喜欢看你的。不要让他们看我，我都不好意思。你走开啊，弟妹！我让你背，你又不背，背了给你买项链，你又不愿意。喜欢我才来看我的。喜欢你，喜欢你个屁！喜欢你，真的是看到你别人就讨厌。嗨，在干嘛？人家在背这么大，你能不能不要挡着他？你我就要挡着他呀！哥姐叔叔们，如果说你们喜欢这种农村特别勤快的女孩的，哥姐叔叔们特别勤奋。心地很善良的哥姐叔叔们，没点关注点点关注好吧，点点赞分享直播间。你走开啦！我就要让他们看看我。我谁愿意看你嘛？真的是对不对，哥姐叔叔们，这种好吃懒做的人都没人愿意看他，好吃懒做的人都没愿意看他，对不对，哥姐叔叔们，对不对，哥姐叔叔们。来，你放着休息一下吧，你休息一下。来休息一下，慢一点。哦，来，不要，哎呦！你把他推倒了，你这个人。啊，我帮他扶他一下。谁让你扶嘛？扶他一下，怎么了嘛？来，小雪，你给他们介绍一下自己吧，好不好？他们都想认识你。我要介绍吗？你要介绍吗？你等一下。Hello。你等一下。我好热呀。你好，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大家好，我是小雪。我来自农村哈，我是一个地地道道农村人，现在在割这个红薯藤。对，很多啊。因为我们家喂了很多猪，那个红薯藤跟红薯就是专业喂猪的。哎呦，我不知道说什么了，好哥。然后哥姐说要跟人说一下，小雪她可能不太会说哈，她是一个地地道农村女孩子，然后什么都会做，特别勤快，心地也特别的好，真的。哥姐叔叔们，如果说你喜欢这种非常勤快勤奋的农村女孩的。然后你们就点点关注好不好，点点赞分享直播间。你不要自我介绍吗？嗨，大家好。啊，你别说了，你别说了，你不要说了，没人愿意听，没人愿意这样子听你说话。你说话注意点啊，对不对，哥姐叔叔们，说话。对，爱你哟，背红石的小姑娘，背红薯藤的小姑娘，他们说爱你。我也爱你啊。你走开点嘛，谁愿意看你吗？你我好热呀。啊，你说谁愿意看你，你问一下哥姐叔叔们有没有人愿意看你吗？嗨，你会先问一下他们有没有人愿意看你？你们喜欢我吗？对，你问一下他们喜不喜欢你。哥哥姐姐们，你们喜欢我吗？这种好，你先不要说话。这种好吃，你先不要说话。这种好吃懒做，什么都不会做，农活也不愿意出去上班。说上班那么累，他不愿意上班。衣服不会洗，饭不会做啊，地不会地也不会扫，农活一样的不会做。这种人你们喜欢吗？整天只知道打扮化妆。你们哥姐，你们看一下。一个农村的人，你看一下，全是画这种指甲，红指甲。你们喜欢这种吗？喜欢打个喜欢。你便啊，真的是，肯定喜欢我。喜欢的打，喜欢我呀。喜欢的打个一，不喜哦。嗨，大家要。不喜欢的打个不喜欢，喜欢打个喜欢。不要喜欢他那种。
喜欢的打个喜欢，不喜欢打个不喜欢。他们一定会打喜欢的。你们看他们，他们，哎，我说实话，我不想伤害你的心，说实话，真的。那你来背不？我不背。他们背回去，我把项链给你啊。哥姐们一起再点点赞好不好？再点点赞好不好？背一下试试看。好吧，哥姐叔叔们。从山上背下来了，这一路比较平行。你想看一下他们说什么吗？说什么啊？啊？说什么？你看吧，群满公屏的不喜欢。有个人说喜欢我。没人喜欢你，你这么懒，你把这些背回去嘛，背回去就有人喜欢你。真的吗？真的。来嘛，你来背嘛。要不要他背嘛？你问他他。哥姐叔叔们要不要让弟妹背？他想要讨你们喜欢，现在是，他要背。你们要喜欢我，喜欢我就背。你们喜不喜欢？哪怕是他们都说你把红薯背去了，他们都喜欢你。真的吗？对啊。好，让开。你小心点，但是你啊。让开。会摔倒了。你喜欢弟妹啊？他估计他背不起来，他估计背不起来。来，我给你扶着。小雪，你让开。让很重的。他背不起来的。过去一点，过去。他背不起来的，他背不起来的。你小心点啊！来，小雪，你靠近一点，你靠近点，注意安全。你看嘛，拉都拉不动，你看嘛。哥姐是什么？我不背了。来打两次，哈哈，你背啊，你不背吗？妹，怎么那么？这个起码也有一百来斤，你背得起吗？一百多斤，你背得起吗？真的，我只想送你两个字，哈哈，对不对，哥姐叔叔们？太累了，妹，你那个力气是牛吗？你是牛吗？哥姐叔叔们，你们觉得他弟妹有用还是没用啊？弟妹有用还是没用啊？有用的打个有用，没有打个没用。我头好晕。对啊，头晕了就。哎呦呦，你会不会晕倒呀？男生，我好晕。要不要我背你啊？嗯，我好晕，来嘛。啊？来，背我一下嘛。我背你啊。嗯，我背你，把你扔到那个下面去，你行吗？背我一下嘛，我晕死了。这是对不对？嗯。你走开，你不要在这里。背我一下嘛。真的是讨厌的很。我都跟你说了，他让我背。我背他干嘛？我背他。他背不起来，他怎么可能背得起来嘛？怎么可？我都下。有的人说吹牛没有那么重哈。有一百。一百斤是绝对是有的。这就是红薯藤，红薯藤很重的。对不对？他一把都有好多斤。哥姐叔叔们，来没点关？我看好多打了字的哥姐叔叔们，你们连关注都没有帮我点，你帮阿浩点个关注嘛，好不好嘛？很多人都没做过。好不好嘛？你们帮我点个关注，我喊你们喊干爹干妈要的不嘛？好不好？好不好，哥姐叔叔们，你帮我点个，现在点个关注的来，哥姐都是我干爹干妈些，干爹干妈们帮我点个关注嘛，好不好？好不好，我的干爹干妈些，帮我点点关注行不行嘛？那我叫什么？啊？我叫什么？你走开，你先。我叫什么？哇，这么多干爹干妈点了关注的，是不是啊？这么多干爹干妈点了关注，哎、哇！这么，你看粉都不擦。哇塞，好多干爹干妈帮我点了关注的。来，干爹干妈先再帮你干儿子点那个赞嘛，一人帮我点了10个赞嘛，哎、好不好？他们都喜欢你。